这幅画在讲盼望之光，盼望之光都永远会拖到我们的心怀里面，因为这座墙其实都代表我们的心墙，只要我们的心墙有一点点的空隙，盼望之光都会跳跃过来，就像这个花朵，它还是会这样跳跃跳到我们心墙外面绽放出来。所以这幅画在诠释我们不要看到黑暗面，其实亮的一面还是一直都存在，不管哪一个细缝它都还是会跳跃过来，那我们的生命就会像花朵一样绽放出来，在旁边也就是一些我们陪伴者，他会支持陪伴着我们。愿盼望之光与你同在。